time to look at you.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wondering how you can do it. Kissing and quit with someone new. Is she the one you've been dying for? Keeping you out here more and more. You've been missing on your IG. Guess you thought I couldn't find her ID.然后呢，我昨天才收到我的双十一淘宝包裹，就真的是很烦哎，要那么久才收到，就因为可能双十一的包裹太多了嘛，然后他们的物流那边的就很慢，然后呢又最近因为Climber的水灾的关系嘛，所以呢我差不多要12月尾了我才收到我的淘宝包裹，唉，可是呢还是希望就是所有有收到这个水灾影响的人呢，请问你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水灾的影响，然后是不是意思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双十一开箱？你可以不要一直烦我吗？我在排东西，你可以不要一直跑过来烦我吗？嗯，你可以去学火锅在那边睡觉，我这一次的双十一呢，我真的是买了超级多的东西，就是呢我算了算，我大概买了有10个包裹吧，就是我淘宝的呢有一个这个小包裹。 3箱，这个我拿不起。总共呢，淘宝呢有3箱的东西，然后这一箱呢是在本地买的，就是Shopee啊、Lazada的这个双十一包裹。Shopee还有Lazada的呢，我很早就已经开了，就怕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还能够在及时去 return 吧。所以就是这一些的包裹啦。我在这里拍东西呢，他们好烦了。你们两个，我在拍东西，说不要飞啊，听到吗？ 外面有人来，你当看不到，知道吗？现在呢，我们就来开箱啦。OK， 首先呢，就是这一个，噔噔，这一个呢就是 Origin 家的东西。就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双十一吧，就在 Lazada 上面呢，他们很多 brand 的那个 promotion 都是 buy one free one， 我觉得超级值得的。然后呢，我就买的就是 Origin 家的这2样东西啦。我买的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一个，噔噔。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那个Mega Mushroom 的那个头呢。这个头呢，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回购款吧。就我之前已经用过了，我觉得蛮好用的。就它的味道呢，我会蛮喜欢的。就很多人会说呢，它的味道蛮不好闻，就是比较蛮中药的味道。就我觉得呢，它的味道呢很舒服，然后很 calming 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双十一呢，buy one free one嘛，所以呢我就买啦。原价是160一罐吧，然后 buy one free one 呢也是160罐，所以算到了一罐呢才80多块，超级便宜的。可是呢，大家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 相信 Lazada 的 pre-sale 的东西，就是呢，我会觉得 pre-sale 呢，我给了那个 deposit 过后呢，还比我在当天买更贵耶。就是我在当天买的话呢，好像每100块我还可以扣10块嘛。可是因为我是很早就给了 deposit 了，我就拿不到那个 promotion， 所以我觉得 Lazada 的这个pre-sale 的这个东西呢，完全就是一个骗人的 gimmick 来的。所以改次不要再相信 Lazada 的 pre-sale 了，就直接当天买会更划算。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噔噔。 这个呢是大支的，然后是200 ml 的这个 toner，它的味道我可是很喜欢。然后就是这个啦，噔噔，接着呢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呢就是 JX 的那个 遮瑕膏。就我最近呢在 YouTube 上面嘛，看到太多人呢都在推荐这个 JX 的遮瑕膏，所以呢我就想说就在趁双十一的时候呢就买一个来试一下。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对的，就是呢，它里面呢会有3个颜色不同的遮瑕膏，就是呢能够适合任何的肤质，它有浅到深的这个遮瑕膏，然后我就动一下，感觉是蛮不错的嘞，它呢是算比较 cream base 一点的遮瑕膏，就是呢它不是水的，然后呢因为我在上网看呢，就是他们说它的遮瑕力呢超级无敌厉害，我就试一下遮我这一粒痘痘吧，然后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然后我就使用它送我的这一支遮瑕刷，然后就点在这边吧，感觉算是蛮不错的嘞。刚刚那个痘痘已经不见了，蛮不错的。可是呢，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是要过后使用了产品知道。因为呢，我觉得还需要看的一点就是它会不会氧化。现在呢还不知道嘛，因为我才刚买而已。然后就是这样子吧，一个 JX 的这个遮瑕膏。Yeah!
噔噔，接着呢就是这一个，其实我已经开过了。这一些呢就是 Happy To You 家能寄给我的鞋子啦。Happy To You 这个品牌呢，算是一个本地的local 的一个鞋子的品牌。然后呢，他们家呢是主打就是平价、舒服、百搭还有轻便的鞋子。然后就是我这一次呢，总共就是收到了他们家，噔噔，看到吗？五双鞋子。噔噔，然后这五款鞋子呢，我都是特地为了就是这一次的开箱呢特地选的。我呢都是尽量选择那些比较百搭的款式吧，就是希望呢能够给各位女生们呢一个穿搭的参考。虽然我也没有那么厉害，就因为呢我这一次的双十一开箱呢，我买了超级多衣服的，然后我就想说就顺便来和大家拍一个穿搭的参考吧。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鞋子呢都是属于蛮平价的，价钱呢大概都是在49块到89块之间而已，超级无敌便宜。然后其实呢这些鞋子呢我都已经穿过了，就想到说就是只有自己真正穿过了才能够给你们最真实的 review 嘛。然后就先这样吧，待会拍到衣服的时候呢再一起试穿还有拍穿搭来给你们看。接着呢就是这一件，噔噔，这一件衣服呢其实我已经拆过来穿了，就是因为等不及那些爆款来拍开箱。就这件衣服呢，如果你们有看我的 KL vlog 的话呢，你们会对这件衣服不陌生，就是因为我在那一次 vlog 里面呢，我就是穿了这一件衣服来和我的朋友呢去酒店吃午餐。然后这一件呢，它的材质呢算是针织类的吧，穿上身呢真的是蛮舒服的，然后完全不会透。我会觉得这一件衣服呢，它是属于比较就是气质优雅还有修身的一件连衣裙吧。这一件呢，我个人呢会觉得比较适合就穿去比较浓重的场合，或者就是穿去酒店呢和朋友 high tea 会比较适合。这一件衣服呢，我真的是很喜欢，就梨形身材的女生们呢都超级推荐入手的。因为呢，怎么说，就是它修身的设计呢会做到很好，就是能够很好的把那个身材呢修饰到很好看。这一件衣服呢，它是属于就是one piece 的吧，就是一整件式的。然后呢，它的上领这里呢是这种挂脖的设计。然后这件衣服呢，它 one of the highlight 呢，就是呢它的衣服这里呢会有这两条这个带子，这两条带子呢就能够很好的让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就是设计它的绑法，就不会让这一整条裙子呢就看起来很单调。就这两条带子呢真的是蛮好看的。总之就是这条裙子呢我非常推荐。我现在呢我想去包色了，你知道吗？就是呢我看到哎它的这条裙子呢有另外一条呢是深蓝色的，它的蓝色呢也是很美大家。然后这条裙子呢真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就是这条裙子啦。这一件衣服呢我搭配的就是这一双，这一双呢就是他们家 Paris Hills 的这一双鞋子。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双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一双呢是一双非常有气质的一双高跟鞋。它呢是属于全包的一款高跟鞋，然后呢这双鞋呢是属于细跟的，噔噔，它的跟呢其实说实话就不会很高，我就走起路来呢是蛮舒服的。它的鞋底呢是这种磨砂防滑的设计，然后重点呢是它的小细节，噔噔，就是你看到吗？就是它的细跟这里呢也是有做这种防滑的设计，看到吗？就是那个一粒粒的摩擦颗粒在它的小细跟那里。这个小设计呢是非常有用，因为呢很多鞋呢他们只会想到这边，他们会漏掉了这里。其实这里呢是最容易跌倒的这个地方，因为呢就是这双鞋的设计呢是比较有气质的嘛，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白色，感觉上呢会更有气质，然后更优雅的就是这一双啦。噔噔，接着呢就是我买的一支口红，我买的呢就是这一支 Kiko 的口红。就呢我在小红书上面呢看到很多人推荐这个口红，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支来试试看。然后呢这一支呢它是有两个东西的吧，然后这个呢是它的 base 的 color，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 top coat。 感觉上呢就是你放了这个过后呢，你的嘴唇呢会看起来就是比较嘟嘟的吧。它的这个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就这种豆沙土色的吧。然后它的这一个呢是没有颜色的，其实就是给你放上去一层，就是给它亮晶晶而已的吧。感觉上我刚刚呢就把我的口红卸掉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try 这一支啦。然后就好了，这个呢是它的 base 的 color。 然后有一个要吐槽的点呢，就是如果你不擦它的这个透明的东西的话呢，你的嘴会超级无敌的黏。 For example 它是黏着的，
就是超级黏、超级不舒服的这个感觉。所以呢，你是一定要放这一个透明的这个胶上去的。不过呢，单单它的这个颜色呢，算是土色了，也是蛮好看的。然后我现在呢，就 try to 放它的这一个上去看。那个透明的胶过后，就是有这种水水润润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这样子啊，它是主打就是这种亮亮的那种lip gloss 的那种感觉吧，擦了上去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啦。我觉得它的颜色呢是蛮好看的，所以呢你是一定要擦这个透明的那个 gloss 上去，然后就会超级的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嘞。然后就是这样啦。小小的 update 就是呢，我刚刚去吃了我的晚餐，然后呢就是有辣椒啊，有汤啊，有鸡蛋啊，有油的东西，然后我的口红竟然完全没有掉哎 ，Oh my god！ Surprisingly， 它呢只是那个透明的那个蜜呢掉了而已，可是呢它的那个 base 的 color 呢，完全没有掉哎 ，Oh my god！ 哇哦！完全没有掉哎，大致上呢是完全没有掉 ，Oh my god！ 这个口红的 long lasting 的程度呢真的是很厉害。那呢，接着呢就是这一个，这个呢我是在 Lazada 上面买的，就是这个 Huga 家的这个 Air Diffuser。我觉得 Huga 家的东西呢真的是蛮好的嘞，就他们家的东西呢首先不会太贵，他们的quality呢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他们的香氛呢真的是超级多种类的那个味道，然后每个味道呢都超好闻，所以呢我蛮推荐就是你们呢去 check out 这个 Huga 的这个牌子。我买的就是这一个，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它这个 liquid 呢都已经 diffuse 上来了，就是 Huga 家的这一个味道叫做 Plum Blossom。这个味道呢真的是很香哎，因为我是盲买的嘛，因为上网你是不能够嗅那个味道嘛。我觉得这个味道它是带有一点酸梅的味道，然后又有一点花的味道，就呢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解释那个味道，就 surprisingly 它们 match 在一起的味道呢是蛮舒服的，超好看的。连它的瓶子呢，就是它的这个 diffuser 的那个 liquid 呢都是有颜色的，就感觉呢放在家里面呢很 aesthetic。 我觉得他们 brand 呢都是走一种比较aesthetic 的那个风格了，所以在家 brand 的东西呢我蛮喜欢的。噔噔，接着呢就是这一个，我买了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星星的链吧。然后呢，它呢是有一条星星，还有一条珍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锁骨链啦，锁骨的链，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啦。接着呢，就是这一种格子的那种头发夹吧。我买的呢就是这种方形的头发夹，噔噔，它的 quality 呢就是那种很 basic 的 plastic 的 quality。然后它是可以开到蛮大的嘞，它是不能够就是很好的夹完我的头发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头发太厚了吧。可是呢，如果就是夹一半的话呢，就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其实我看不到我现在夹到什么样子，但就是呢，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夹呢只能够夹一半，就是不能够夹完我整个头发，就是这个夹子啦。接着呢就是我买的这两件衣服啦，这两件衣服呢是来自不同的店家的。这一套搭配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机智的恋爱，就是一档综艺里面呢一个女嘉宾的穿搭，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种格子的吊带，然后配一个就是这种开衫。可是呢这个黑色的开衫呢，我会觉得它的质量不是很好哎，就它不是棉的，它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很不透风的一个材质吧。这件呢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就它的格子呢全部呢真的是蛮好看的呢，我觉得这一件上衣。另外就是这个小外套呢我就没有很喜欢，因为呢它其实蛮紧的，就如果你的手臂比较肉的女生们呢可能连穿呢穿不进去，因为呢它很不 flexible 就这件衣服，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啦。这件呢我喜欢，就这一件呢我觉得不推荐了。对了，这一套的话呢我搭配的就是这一个，噔噔，就是 Happy To You 加这双 Basic Sugars 的 Sandals。 这一双呢我觉得基本上啊每一个 outfit 呢都可以很好的搭配，因为呢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的百搭款。它的外形呢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有一点点跟的小凉鞋吧，但你穿上去的时候呢你是完完全全能感觉不到它的这个跟的，
应该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跟的高度呢会和前面的底呢是差不多同高的，所以当你穿上去的时候呢，你是完全感觉不到它是有一个小高度在你的脚后面的。另外就是这一双鞋呢，你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它们的鞋垫这里呢是凸出来的，看到吗？就别的鞋子呢它们这里的鞋垫是平的嘛，只有这一双呢是有一点点的凸出来的。就它这个鞋垫的特别设计呢，会让这一双鞋呢穿起来真是超级无敌的舒服。这双鞋呢它的官网上呢有超级无敌多的颜色，但由于我还是觉得鞋子呢最百搭的颜色是白色，所以呢我就入了他们家白色的这一款。当然接着呢就是这一个，这个呢它其实是狗狗的东西，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有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棉签。这个呢其实就是用来清洁狗狗耳朵里面的脏东西的，就它里面呢有那种清洁的药水吧，然后你只要你一掰开呢就可以就清洁你狗狗的药水了。这个呢就是清洁狗狗耳朵的棉签啦。噔噔，接着呢就是买了这一个，噔噔，因为双十一嘛，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个 Kiss Me 的 Eyeliner 来囤货。就我超级喜欢用 Kiss Me 的 Eyeliner， 还有 Kiss Me 的Mascara。就我现在用这个Eyeliner 跟 Mascara 呢，都是 Kiss Me 家的。他们家的东西呢，都是很防水，然后就是很 long lasting， 所以我会蛮推荐，就是大家呢可以 try 一下 Kiss Me 家的产品。所以呢，这次我又囤货了这一支，就是 Kiss Me 家的这个Eyeliner 啦。对的，接着呢就是我买了一个手机壳。这个手机壳呢就是它这里呢会有一个爱心的一个镜子吧，然后就蛮方便的，就有时候呢能够这样子照那个镜子。然后呢它的外表呢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棋盘格，我呢买的是这个红色的棋盘格吧，因为我觉得红色的棋盘格呢蛮特别的，所以呢我就买了就是这个红色棋盘格的这个手机壳啦。噔噔，接着呢就是这一个，这个呢也是一件就是这种褐色的挂脖上衣，然后这一件呢我是用来搭配这一个的，也是我买的这个黑色的牛仔长裙吧。对的，这个呢因为它也是比我的其他包裹呢到了比较早一点，所以呢我也是已经拆开来穿了，就是这一个。这条裙子呢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就是呢它的 quality 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这条裙子呢它的 highlight 呢是它这里的开叉，它的这个开叉的设计呢我会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就是呢它的长度呢是刚刚好的高度，就不会感觉到可能会开到太大啊，或者是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开叉。可是呢这条裙子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偏大，就是它的腰围呢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大的。另外就是那条裙子呢它是真的是蛮长一下的，就我不会推荐这条裙子呢给大概160cm 以下的女生们穿，因为我本身呢是大概168cm， 然后这条裙子呢我穿上身的时候呢它都已经差不多到我的小腿的中间了，所以呢这条裙子呢真的是蛮长的。然后这一件上衣呢我拿到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点点的失望，就它的quality呢也是不是属于那种cotton 的 quality， 然后它其实是蛮薄的哦，这件衣服就还好它是深色，就可能不太透，然后就是这件衣服啦。这件衣服呢是蛮舒服的，然后穿上身呢也是会蛮修身的，就是这件上衣啦。这一套衣服呢我搭配的是这一双，就是他们家呢这个 Nana Bread 的高跟鞋。这一双呢算是我这一次收到的鞋子里面的最高的一双。这双鞋的设计呢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就是编织类的这种设计，这个设计呢真是超级好看，就可能比较素的穿搭呢只要穿上这一双鞋呢就会 level up 掉你整个的 outfit。 这双鞋子呢它是属于细跟的，然后呢它的跟呢其实是蛮高的哦，它的跟呢会比 Paris 的这一双呢还高了蛮多的。然后呢就是这一双呢我不会推荐就是穿高跟鞋的新手呢来购买这一双，因为我觉得这一双高跟鞋呢它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太稳，因为呢就是它的跟呢太细了嘛，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的高，就穿这双鞋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的脚板呢要尽量就是这样子走，要不然呢会很容易这样子，明白吧？可是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穿高跟鞋的话呢，这双鞋呢真的是超级好看，就能够让呢整个穿搭呢都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就是这一双鞋啦。噔噔，接着呢也是买了两个戒指，这两个戒指呢其实是一套的，就一个呢是比较素的这一种，然后
一个呢是这一种，就是这种比较粗一点的吧，就感觉上的蛮好看的，然后呢它也是蛮拎拎的，然后就是这一套戒指啦。接着呢就买了两包的这一个，这个呢它其实呢是狗狗们的零食，它呢是一个鸡肉块，它呢是属于那种真空的鸡肉块吧，因为呢就它的味道太香了，然后现在狗狗们呢都一直在看着我，所以就是这两个鸡肉块啦。对的，接着呢也是买了两个耳环，这两款呢都是那种比较小巧一点点的那种耳环吧。第一个呢是这种小小个的珍珠的一个耳环，它戴上去的效果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蛮优雅的这一种感觉。接着呢是这一款，这一款也是这种小小个的耳环，这一款呢戴上去呢就是这样子小小个的而已，因为呢刚刚呢有一点难戴，因为它的口呢太小了，然后所以我的耳朵现在有一点红红的，不过呢它戴上去呢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这一个。接着呢就是这一个啦，这个呢就是我买的那一种，是这种黑头夹，这种呢其实真的是蛮好用的，然后我就买了第二支了，因为呢我的第一支呢就给我熬坏了，所以呢我就买多一支啦。好了，大家就是呢今天的淘宝开箱就到这里啦，就是如果大家呢对我今天所分享的 Happy to You 的戒指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呢就可以使用我的这个专属折扣码来获得 extra 50% 的折扣哦，就因为他们家的鞋子已经很便宜了嘛，然后呢就可以折上折，能够变得更便宜。另外就是他们家的鞋子呢都会有 7 days free return， 就如果在你收到货过后你不喜欢，或者是你买错鞋码的话呢，你都可以在7天里面呢拿到这个 free return 的这个 service 哦。然后就是我个人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双，就是 Basic Sugar Sandals， 我觉得这一双呢真的是任何 occasion 呢都可以 carry， 然后呢它这一双真的是很舒服。另外呢我也是很喜欢的就是这一双，就我现在呢很喜欢就是这种编织的这个设计嘛，然后呢它是属于这种细跟的，我就蛮喜欢就是细跟的鞋子的，所以呢这一双呢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然后就这样子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 subscribe 还有 comment，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